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这样，同学们辛苦。那我们这一章课程内容的名字很简单，就叫陆控动画课程，非常的重要。怎么样去以一个相对规范和正确的方法来和塔台沟通，必须得有一个良好的沟通，才能去执行我们所要去执行的飞行任务。我先来问你们一些数字，你们会不会读？一二 ，one two three， 我只会个洞。八是拐，这洞洞拐，七是拐啊，七是拐，八是拐吧？你看看七和八哪个拐？很多是我们的零，在我们的航空里面也称之为叫洞。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发音应该是什么？拐，拐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七常常会不小心念成一。对，我们是为了方便发音，为了我们让我们的发音能够很清晰很明确。比如说我们七的发音可能不够，是一种爆破音，它不够清晰。所以说在这里我来写一串数字，一旦写完立刻点人，给我立刻说出来。想下一位哈，我没戴眼镜，真的吗？这步一起很小，是不是？黄龙城，四五三六拐九零，拐九洞。哎，你说错了，对不对？刚刚那就做二十个俯卧撑怎么样？才二十个会不会太少？就俯卧撑嘛。来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好强啊！汪东城的这个体力已经被我们有一定的了解了，我们下次要定更加难的、苛刻一点的规则，对吧？转圈，转圈，转圈，不公平！转圈，不公平！这是这样转圈。好，我们已经回到我们的正题，对不对？准备，准备，准备好。九三拐八，准备好，请。九八拐三。九三拐八，请二十个准备好。哎，二十个，这又不是考试。加法，加法，加法。俯卧撑，俯卧撑，哎呀，俯卧撑，俯卧撑。我都半天没说话。你没说，这钱没说。要有一个检测，对吧？这堂呢，我们要随堂测试，考验大家的这个陆空对话方面的知识。我们先分组，把胳膊伸出来，不要翻手了。把胳膊看看谁黑谁白是吧？对，黑白我。你最白，只有一个最白的，你自己一波，我们五个一组。黑白配，你真的这样？来来来来，你真的这样？来来来来，来。来，黑白配，哎呦，哎呦，出来了，都来喽，哎呦，我最后一次，我们是 CP 党的，都不知道吗？这黄金搭档，这是。你们俩怎么总在一次呢？我最后一次，好，我们就当做他们的终结者 ，OK。先给两组队员十分钟的时间，在这十分钟的时间里呢，你们觉得谁的记忆力最好，要把这个陆空对话单上的所有内容全部记住。十分钟之后我们来考验。我想知道这三份要全都记住。对啊，十分钟倒计时开始。都上场，早上好。我记忆力超差，完全跟不上。突然一瞬间要我背那个东西，就很像回到中学的时候，高考时候那种紧张压迫感，就特别想上厕所，特别想上厕所。厕所，紧张啊！我们先把单子给收起来。